吴镇宇晒出和儿子飞曼的合影，俩人正在游玩逛街。放了暑假的小飞曼就像一只冲出鸟笼的小鸟，一会儿买衣服，一会儿吃雪糕，肆无忌惮的在这个世界疯狂的玩耍。吴镇宇作为一位好爸爸，全程贴心陪护，但仔细一看，我的个乖乖，曾经那个小帅哥飞曼怎么胖成这样了？脸上的肉简直都可以和 Grace 媲美了。以前参加亲子节目时，脸上的骨骼还棱角分明，高冷的气场赢得众多观众的心，就是一位十足的小帅哥。而现在肚子上的肥肉多了一圈，走路时肉颤颤的抖动，以前的帅哥形象荡然无存，实属不甘啊！是不是爸爸吴镇宇喂得太好了？也是，现在八岁的飞曼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饭量大是正常的，但也要控制得当才好呢。期待长成大帅哥的飞曼哦。Got it.